刷毒了，最后一个，就最后一个就吃鸡了。OK，最后一个，可是刷毒了呀！我操！哎，我在丢火，小崔，你跑到我前面干嘛呀？慢了一个节奏。 你直接开车下去打两个队友都不用死，还不同队的，我靠！下一把，下一把。这个逃喵的，那对面坡有一个，你知道吧？那个躲在烟雾弹里面，先给了我一梭子，我操！ 刚才那个兄弟直接救我也还可以，他不选择救，他很自信啊，结果打了。滴滴滴滴答答，不知多少孤独的夜晚。滴滴滴滴答答。 要野排了，看样子。哪儿来那么多喷玩意儿吗？